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改变，用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当狼烟上升的时候，原住民就会知道祖灵会接收到我们升起来的狼烟，祖灵会知道他的子民现在过得非常的平安。所以在原住民族的文化里面，火堆象征着生命，而从火堆冒出来的狼烟就是原住民族信仰的印记。今天原青正在这里进行狼烟行动，在非常多的部落，不管是在宣布讯息、在串联、在聚集、在约定时间的时候，都会透过狼烟来做媒介，向中华民国政府控诉对于这块土地的人民历史的不公不义。那我们就将我们手中的绿草丢到飞奔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狼烟，向天祈求人要平安，向中华民国政府控诉你的不义。而狼烟行动就是原住民族要在我们的固有的文化跟历史当中去向未来发生的一场行动。原住民族早在400年前就已经生活在这样的恐惧里面了。原住民族早在400年前就已经被殖民。今天在谈解殖，最该谈解殖的人是谁？就是原住民族。今天当228纪念日成为台湾人去追求转型正义、去追求一个新的国家的想象的时候，原住民族更应该要问的就是，原住民族更应要参与在其中的就是，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被看见了吗？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会不会只是在台湾人思考统一或是独立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点缀的花边？把我的全部还给我，把我的全部还给我，把我的土地还给我，把我的主权还给我，真的告诉中华民国，今天要把该还给我们的自然主权、文化权、土地权、教育权，通通还给原住民族。让我们的祖灵跟我们祖先听到，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忘记。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我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你要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0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